我们的心一定要在神的里面 Amen Hallelujah我们最近我们在阅读约伯记，我们这几个礼拜前前后后，我们都一直在分享关于约伯的事情。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。约伯他面对了什么样的情况呢？他从高掉进低谷。他从喜乐掉进忧愁。他从丰盛，他从有余，他掉进缺乏，他掉进软弱里面。如果这样的问题，这样的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又怎么看呢？如果我们从高山掉进低谷，如果我们从喜乐掉进忧愁，掉进忧郁，我们从富足，我们从丰盛掉进缺乏，掉进贫穷，我们会怎么样呢？很多人都会怎么样反应呢？哇哦，会很多人都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埋怨人，我们会怨天尤人，我们会怀疑神，我们甚至会怀疑这个信仰，我们怀疑我们是否做对决定，我们是否相信，我们是否信对了神。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忙乱，我们会彷徨，我们甚至会惧怕，我们会后退。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误解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看苦难都是恶的、错误的、缺乏的，我们看苦难都是负面的。当然这是人一般的反应，我们掉进低谷，我们掉进忧愁，我们掉进烦恼，我们掉进忧郁，我们掉入疾病里面，我们甚至我们掉进贫穷缺乏中。我们不会说哈哈哈哈，哎呀很开心哦，够穷啊，哈哈哈哈，很开心啊，因为病得快要死啊，哎呀死得快死得好。你不会这样。 你知道我们人，我们掉进这样的这些的深渊，这些的忧愁，这种的黑暗，这种的苦难中间的时候，我们正常的反应会怎么样？我们意思说刚才我们就会很消极，很害怕，这些都是我们正常的反应。但是你知道约伯记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？你知道约伯记发生在约伯身上的苦难，这卷书为什么要这样记载？这些事情这样发生，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？
重点是要我们从苦难中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神的心比一切更重要。有一天他来到天堂门口，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情，终于真的是如他的信仰里面所相信的，哇，到天堂了，充满了荣光，很兴奋，看到一道门他就赶快冲过去，要跑进这个天堂的门。一去到那个门的时候，他就马上想起神的话说，他就想到诶，怎么样进这个天国啊？他去找找这个门上面没有 knob 的，他就以为看看门上面摸一摸有没有 button， 有没有一个这个按钮呢，按到他门就会开的。然后他也在那边说诶，芝麻开门，他想说是不是有暗号。哦，他想起经文来了，门要开除非怎么样，门要怎么样被打开，叩门啊！感谢主，还好我有读圣经啊。你有读圣经吗？你有读圣经吗？你有读圣经吗？你记得神的话吗？哦，感谢主，叩门，赶快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咔咔咔咔咔，感谢主，耶稣真的来开门了吧？哎呦，耶稣，见到你真好。你知道吗？平常一般人都 expect 说，哇，耶稣就会说拥抱他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在问他 ，Who are you？ 你是谁？他说，哈，耶稣，我啊。Jonathan Low 啊，我的中文名叫做什么你知道吗？罗伯瘦的。哎哎，我啊。他说你是谁啊？哎，我是 FGA CYC 的牧师啊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为了你的名，你知道吗，引起很多灵魂来归向你。哎，他说我不认识你呢。不可能，你知道吗，去年我去州后我们办神大能医治布道会的时候，你忘记了吗？很多他本来坐着轮椅来的，你知道吗，在那个聚会里面，你知道吗，神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啊？神医治了他，神医治了他的根骨，神医治了他的疾病。他说我不认识你耶。不可能，你们认识不认识我？这么多人都认识我，我也说耶稣你不认识我。你知不知道那一天他整个人完全不受控制，这个口吐白沫，全整个人在地上打滚。还好我有在，你知道当我为去过去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啊，乌灵在他的身上，我就马上想起你的话，地上捆绑，天上捆绑，地上释放，天上释放。你知道我的奉耶稣的名，乌鬼离开，事情就这样成就了。
但是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王。马太福音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刚才没有吃饱，用力过度。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看我的样子这么兴奋讲道，不好的道看我的样子都觉得很兴奋哦。天上给你的启示，神给我的礼物，阿们。这边说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说，不是凡是做神的工的人都能够进神的国，而是重点什么？他说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要明白神的心的，又去行的，才配进神的国。你知道，不明白神的心，不遵行神的旨意的，你知道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怎么样形容吗？他说，是恶事。这边说，他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啊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耶稣认为是恶的事情。所以你知道，约伯的太太跟他的三个朋友，你知道本来他们，你知道为何他们没有真正帮助到约伯呢？约伯所需要的安慰，所需要的鼓励，所需要的那些的陪伴，所需要的爱，所需要的温暖，为什么约伯的太太跟三个朋友没有真正帮助到约伯？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约伯的心，他们不明白约伯的心里面需要什么。他们的心没有，他们的口虽然在对约伯说话，但是他们的心没有在约伯的心上。他不明白，没有感受到约伯心里面的那个感受。他们不体贴约伯的心。他们以为苦难是一个惩罚，苦难是神给他的审判。他们不明白神的心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白做，做错，没有收获，没有结果。神在给你看见你自己。如果心对心失败，我们不明白人的心，对方的心，你不明白神的心，我们不单止错误诠释苦难，我们不单止我们的分析，我们的以为会造成错误，甚至呢会造成一个恶，造成一个坏的结果。不明白老板的心，你可以做好多的工，如果你不明白老板的心要的员工是怎么样的，你不明白老板在这个 project 里面他最后想看他的心意是什么，
如果你不明白那一个女生那个男生对方他的心里面所要的是怎么样，他所期待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或女人，他所期待的是怎么样的个情人，他需要那个伴侣，他盼望是怎么样的 look， 是怎么样的 heart， 你不明白的话，你知道那个就是失败。不明白配偶的心，不明白他心里面的意，不是一次，不是一天。你知道做夫妻的，夫妻的，你不能够长久明白神的，明白对方的心的话，你的心不能够对着对方的心的话，我们的心不能够跟对方的心连接起来的话，他的结果怎么样？恶坏分离的结果。你可以睡在同一张床，但是不同的梦，不同的方向。你可以有名分，却完全不再有那个相爱的爱意，不再幸福，不再美满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知道主人的心，你不知道一个新朋友的心，你不知道一个初信者的心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布道，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他对神对这个信仰的疑难，他的明不明白，他里面的真正的对这个信仰对神的这些的不明白，这些的障碍你不能够对症下药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明白人的心，所以难怪做来做去别人的 sales 比你多，你做来做去你的 sales 可能勉强都有的可以 survive， 但是你不会兴盛。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如果 salesman 不明白顾客的心，你就没有办法 close sales。 如果经商的你不明白这些 partner， 你不明白那些整个市场的需要，你不明白那个市场的心，那些人群的需要，他心里面的需要，我们还是可以经商的，但是我们可能高不成低不就。很多时候不明白人的心，不明白父母的心，不明白神的心，结果都是恶，都是坏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心要连接神的心，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要更新变化而改变，我们要更新变化，我们要改变。你知道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？你知道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要看管我们的心，我们一生的果效，一生你的人的一个人的生的结果，我们可以去到多高的成就，还是我们会掉进低谷深渊，还是我们就是平平一成不变，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。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，我如果是，你知道，如果我们成功心对心的话，带来的是收获，带来的是提升。通常 promote 的是最体贴到最会讨 supervisor 跟老板欢心那个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么你嫁的是你的心对他最放心的，他最知道你的心的，还是你要嫁的那个是完全不明白你的心？
你要娶的那一个一定会很体贴你的心，你要温柔的时候呢，他就哇变成一个温柔的好像小鸟的这样的依偎着你。你要变成他另外一种情况，有时候你要他变成一个 superwoman 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来出来主持大局，成为你生意上面你服侍上面的好帮手。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你肚子饿的时候，他可以进到厨房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厨师，他煮的所有的菜肴都是按着你的心意煮出来的。有时候我们做男人，我们吃的时候呢，哎，好吃吗？普普通通咯，很老实。对对对，很老实，也对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做错吗？你老实嘛 ？OK， 普普通通啊，很多可以加强的地方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没有下一餐了的咯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不是做老实人而已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，你知道吗？聪明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做事情都是按着对方的心来回应的。你吃下去的时候，很咸的，不好吃的，但是你可以说哇哦，很甜耶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好香啊，好浓的爱意啊。他会怎么样？天天每一餐都煮好吃的东西给你，对不对？当然他不会每一餐都会这么咸的，他会越来越进步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应的是对方的心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男人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当然女人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很容易回应事件，我们回应啊，这个理用理性来回应，我们没有回应别人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说我们这些 young family zone 的这些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都非常了解他们的情况。我们当然我们会有 MSJ1 MSJ2 CGT1 2，我们一般对我们弟兄姐妹一般年轻人的这个要求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年轻人呢，我会要求他怎么样，知道吗？我一定要要求他走一里路，他走二里路，走一里路，如果他走少过一里路，我会告诉他说加油，你没有 hit 到那个 target， 你可以的。我会帮助他活出那个可以走一里路甚至走二里路的那一个心态，我会告诉他怎么样从神得着这个能力。但是如果是 young family zone 的弟兄姐妹，我要求平常我们是要求走一里路的最少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他们走 0.2 里路，我告诉你，我会拍手给他们。 pass 吗？ feel 你了吗？ feel 他们失败，他们没有 hit 到 target， 但是我了解他们的心。我们很多人单身，没有家庭的负担，没有生活的压力，我们每一天在家里面呢，我们没有想过付房租的，你住在爸爸妈妈的家，你没有完全没有担心过房租的问题，水电费我们没有缴的，我们只是顾着我们自己的电话费。
我了解他们活在这种的生活的压力中，有时候他们能够付出来为神走，不要说他们可能走半里路，我会拍手给他们。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拍手给他们？因为他们不达标，怎么样你还会拍手呢？你知道吗？我回应的是他们的心，我领受的是他们的尽力，他们心里面的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，不是理性，当然理性很重要，很多理性都可以带来很多做对的决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一定会有收获，你要明白人的心，很多事情要对着人的心来回应。你知道温森为什么一定要起名鱼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敏仪完全捉住他的心。今天我们会回应心，我们对着别人的心，你会解决人心里面的问题。心对心带来成功，带来收获，带来扩张，带来提升，带来甜蜜，带来喜乐。如果你的心对着神的心，神说怎么样？你知道你明白神的心的话，天国的门是为你而开。你知道吗？你明白神的心，他就与你同在。你明白神的心，亨通和顺利就是神给你的礼物。如果你明白神的心，你知道神迹奇事就会随着你。如果你能够明白神的心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增加，你是得喜爱的那一位人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得不着，我们没有收获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对着神的心，我们的心对着自己，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肉体里面，我们的心注意的，我们的心看重的，我们的心在意的是我们的外表，我们在意的是我们钱财，我们在意的是我们享受不享受，我舒服不舒服，我喜不喜，我开心不开心，我累不累，我想不想，我要不要，都我们的心完全都在我们自己里面。你自己负责咯，你在你的里面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心都不在神那边，神怎么帮助你呢？你都没有期望神帮助，你的祷告你有说，但是没有心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主人的心，我们都有做，我们都有说，我们都有探访，我们都好像都有啊，你体贴不到他的心，你不明白他心里面的需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季节里面，你知道神的心吗？现在你把你的心放在神的心上。你知道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我在寻求神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。我说神啊，我不知道什么信息要说，我说但是我知道你会对我们说话。今天晚上是我们跟你相遇的时间，神啊，把你的心，把你的意告诉我们。我在床上呢，我就做一个，我就怎么样呢？我醒来了，我本来我想起身的，过后我又躺下去，我又怎么样，知道吗？我就好像很甜蜜那样子，我就抱着我的枕头。OK， 我睡在枕头上面，我就抱着我的枕头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说神啊，谢谢你让我抱到你的心。然后我就躺在那边，很舒服的。我说，哎呦，这是最甜美的时刻，让我可以躺在你的心堂上面。其实我睡在枕头上了，但是我说，哎呀，神啊，
这是我最安全的时刻，因为我在你的怀抱中。神啊，但愿世界跟时间能够停留在一刻，能够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。当我在神的心里面的时候，砰，信息就来了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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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不是我在这个，不是我要说的话，是神要对你说的话。多少人在我们中间，你渴望，你有这种得着人心的能力，你有这种明白人的心的能力。多少人盼望你很容易呢就连接上别人的心，你很容易呢就怎么样可以搭上他的心，很容易呢你就可以偷到他的心。所以多少人你盼望 你能够很容易就明白神的心意，你很容易呢就能够怎么样释放神的心意，成就神的心意。多少人盼望你向神挥挥你的手，多少人盼望，多少人盼望。阿们。你是智慧的，你是聪明的，你是蒙福的。阿们。但怎么样，怎么样做呢？怎么样心对心，怎么样得着别人的心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知道这么久了你都追不到他？为什么你知道这么久你都还没有结婚？你明白吗？一，你不懂得女人心啊。你没有 touch 到她的心，你做的事情好像哇很好嘞，但是你的心没有摸到她，你做的东西没有摸到她的心，更不用讲勾她的心，偷她的心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在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到婚的，挖，把你的所有的耳屎把它挖掉，使你的心阻塞的全部把它弄掉，敞开你的心，开通你的耳朵，专注。第一样，怎么样心可以对到别人的心，怎么样可以得着人的心？听，听啊，要很专注的听。今天早上维姐也很忙，我也很忙，她在做她的东西，我在做我的东西，然后她就问我，哎，她跟我，她就冰儿叫我，哎，达琳啊，我穿这个衣服好不好看？她就问我穿这个衣服好不好看，因为我在洗手间里面，她在外面，我心里面想，哎呦，我怎么看得见呢？我看不见了吗？他问我好不好看哦，我心又自己在忙着自己的事情，我好多东西早上要处理，然后他就说，等下我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下我出来我去做别的东西。他说是这样的咯，你啊没有心啊。他跟我的小儿子说，哎呦，心静你好有妈妈的心哦。因为我的儿子，我的小儿子跟唯一姐说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说妈妈衣服好看。因为你觉得他说好看吗？不是，不是他说好看，
你知道吗？他根本唯一姐都还没有穿那个衣服，他只是听到唯一姐问这个问题：我穿这套衣服好看吗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就马上偷了唯一姐的心。他说：妈妈，衣服好看。哪里知道呢？唯一姐呢？出来呢？我一出去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：你看，我的儿子都很有我的心啊，那是我的丈夫嘞，完全心不在焉，你知道吗？过后我还想说，哦，因为我们倒没有看到吗？他这，我跟你讲这套衣服吗？我想，哦，当然嘛，你一穿我才知道了。我想，哦，这套衣服啊，哦，那套不可以，这套啊，应该 OK 不错咯。我在想，应该显得你会很瘦，你会很苗条。OK 的应该不错，那个场面应该可以这样做。他马上怎么样？哦，是哦，哦，他开始就讲了，忘记了刚才我的心不在他那边。你知道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非常重要什么？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听好，你要听见他的心。我当时候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唯一姐在的心在问我这个衣服好看不好看，我马上没有回应他的心，你知道吗？我用理性来回应，怎么看哦？我在洗手间哦，而且我坐在那个桶上面呢，我怎么走哦？我的眼睛不能够转弯看的吗？全部挡着吗？听到声音而已吗？对不对？其实你知道，很多时候的争执就是这样发生，很多时候的对立就是这样发生。很多时候的亏损就是这样造成，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增加，我们不得人喜爱，我们没有讨人喜悦，很多时候我们都用什么样？用理性来回应心，我们都用眼睛来回应心，我们用理由来回应心。不要用心回应他的心。我应该怎么样回应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看，哪一件都好看，就算穿得很难看都好看。所以那一天呢，我跟你接着下来的时间，唯一姐一定会非常爱死我。当然她已经很爱我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第一，你要听人心里面的声音。其实唯一姐真的是要我看那个衣服穿得好看不好看而已吗？你听到什么声音？你听到什么声音？如果是唯一姐说这句话，她只是要一个爱她的男人注意她。你听到这个声音吗？如果那个男人不会听你，不会听这样的声音的话，你教他咯。他再不学，你再教他咯。他再不会，你打他咯。开玩笑的，不要打他。你要先听清楚，专注听清楚心里面需要什么，针对那一个心里面的需要满足那个需要。这个跟我们带领小组成功或失败有非常大的关键。你知道这个季节神的心是什么？很快下个月就是中秋节，我已经收到月饼，已经吃了月饼，谢谢那个送月饼给我的人提醒我中秋节到了。你看到中秋节的时候你回应什么呢？你的心在想着神的心什么？哦，谢谢主啊，创造了这个，预备了，制造了这个月饼，让我们可以吃饱，让我们可以品尝哦月饼的美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的心吗？如果你是初信徒，刚刚信主，我觉得你要学。如果你是老基督徒，你不懂得神的心，我告诉你，今晚上你要悔改。神没有呼召我们进入聚会，
神呼召我们进入什么门，什么地方，他的心门。神呼召我们进入基督，进入他的心里面。所以你要慢慢的听，听清楚心里面需要什么，你就对心说话，满足那个心的需要，那个才是关键。你要专注听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是这个中秋节要来，不是吃月饼的重点，重点不是吃月饼。我告诉你，不管谁怎么样定了这个中秋节，在神的允许情况之下，在我们今天 FGA CYC 里面，你知道我们不是庆祝，我们不是拜月亮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是去相信什么嫦娥什么东西，不是。对我来讲，不管是谁定，上帝可以使用它变成了我们 FGA CYC 怎么样带人信主的一个收割季节。你听到神的心吗？除了吃月饼之外，神的心你要听清楚。所以这段时间，我们所有的小组，所有的组长一定要安排一个晚上我们小组的时间，我们要一起敬拜、祷告、聆听神的心意，聆听神的心。我们要连接神的心，我们要碰触神的心，我们完全进入他的心里面。我们要这样祷告，我们要领受他的心，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，我们要以他的心同行。所以你知道，可能神给我们领受，我们要去哪一个 restaurant， 我们要去哪一个公园，我们要去打电话给哪一个朋友，哪一个同事。你可能是神也给你看见你老板的样子，不要怕他凶，带他来教会信主，你就有薪水可以加了。很多时候我们要听，很多人做错是因为听不清楚，我们没有对症下药。很多时候你知道吗，我们要心对心，我们要得着人的心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我们要听。第二，你听你就要怎么样，问。我猜哦，我以为吗？简单一点，会问的嘛，是不是？问一下嘛。我以为你会带新朋友来哦，我以为你有电话 contact 哦。没有啊，我以为你是组长，你会带人来吗？我以为你会去布道嘞，我以为你会进食嘞，我以为你会祷告嘞，我以为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开始中央会发这个消息给所有的小组。神的心在这个季节是收割，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就发这个进食祷告这个通告给大家所有的小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要在这个时间里面，我们就开始来准备。上个礼拜的信息不是说到准备吗？对不对？准备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就在灵里面来做准备。我们在灵里面呢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要进食祷告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不是我们不吃东西很有能力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多有能力，你看我多苗条，是因为我不吃东西耶。你看我们几多人，多少人信主，是因为我们不吃东西啊。这样进食不是等于是不吃东西吗？这样你觉得这样解释对吗？哦，不吃东西很有能力啊，不吃东西神迹会发生啊，不吃东西人会信主啊，哎，不吃东西哇什么什么，你觉得对吗？所以你知道吗，进食不是不吃东西有能力，而是我们听神的声音很有能力。
而是我们来问，很有能力，神啊，你要带领我去哪里？玛莎，早上几点到？9:25正到，去什么那一个 corner 是吗？做梦不知道，好，我顺服去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早上9:20，你就到那个地方等，然后你就算准准，还有5分钟，哎，一出现那个人就是你要找的人。重点你要听，你要问神啊，不要问神说，哦神啊，哦我要做什么？哦神啊，哦我在这里啊， I'm ready， OK， 告诉我我要做什么。你要这样问，哦神啊，你要做什么？哦神啊，你要成就什么？哦神啊，你要你的灵要飞到哪里去？我跟着去。哦神啊，在哪里会有你的降临会出现？在哪里会有你要拯救的人会出现？在哪里这个成熟的果子要掉落的果子在哪里？在哪里给我知道，你就去摘，它掉下来你就在那边等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信仰最兴奋是什么？听见神的话，经历神的真实。这个信仰最兴奋不是你来参加聚会，哇你来参加一个很棒，哇赞美敬拜灯光各方面音响很舒服的这个聚会，哇我们会有很多知识很多 entertainment， 哇我们的眼睛哇哇吃得饱饱的一个聚会，不是那个，不是最棒。最棒的是，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最棒的是你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，听见他的声音，你能够与他同行，那个才是最兴奋最关键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与他同行，你绝对不是减少，肯定增加，因为他就是祝福的源头。你肯定会健康，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疾病的。你肯定不缺乏，因为他就是丰盛。你不可能黑暗的，因为他就是光，他没有黑暗在他的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很重要的这个季节，我们听了神的声音，我们要去。你见到人的时候你要问，会懂得问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去，我们不是真的是拍单张啊， send 一个 handphone 的 text 啊， 现在我们有这个中秋的什么晚会啦，我们有这个去年的1942年的中秋啦，邀请你来啦。你知道真正有果效的不是他看到你的单张，你真的是来咯来咯来咯，不是这个。最有能力的邀请不是你讲，很多人太会讲，先讲没有给机会人家讲，从头到尾都在讲，人家讲一句话他就讲讲讲讲讲讲讲，不是讲最有能力，听最有能力。问怎么问你知道吗？你生命中其实你盼望最大的成长是什么？你现在最想什么事情成就？现在你最想解脱的压力是什么？你最想减掉的压力是什么？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？现在你最盼望什么烦恼会消失？如果给你有一个瘦的能力，你最想瘦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今天只有一个神迹给你，你要什么？今天你最想突破的是什么？你最想提升的什么？什么事情会令你最开心？问。一听，二问，什么事情发生呢？
神的启示和恩和灵恩，神的恩膏，你就释放出来。你听了，你问了，他有疾病，他有压力，他有惧怕，你就为他的疾病祷告，你就同感，是我也怕，但是耶稣说世界有苦难，在他里面有平安。请弟兄走出来，哇，很乖。如果你问到心里面有婚姻家庭上面的忧愁烦恼压力伤害愤怒，你最大的最重要的是不是讲，释放神的话，你在释放神的爱，你在释放圣灵的恩赐在他的身上，他的心需要什么，他的心在盼望什么，他的心在焦急什么，他的心在期待什么，他的心最想什么，他的心现在哪一个部分受伤，你就摸着他的心，不是叫我们手摸着他的心，按着他心里面的情况释放神的话，带着个创造的能力使无变有发生在他的身上，他没有的平安创造出来，他没有的盼望创造出来，他没有的答案释放出来，他没有的喜乐充满进去。我们要一起唱这首歌，教官我里何等可爱。
尽人的心意。好不好，你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，敬拜神，向神祷告。充满我的心，你安刚浇灌我灵，何等渴慕你贴近你心意居住，让你听到你开口敬拜灵根祷告。神用他的话在光照我们，神用他的话，神用他的心在贴近你的心。在我们中间，如果你的心曾经造成你失败的，你的心因为你没有摸到别人的心，你不懂得心对心，你不明白神的心，你不明白人的心，造成了失败，造成了亏损，造成了分裂，造成了伤害，造成了对立，造成了分离，分散，没有办法有更高的成就。你的心其实在限制了你自己，在框框，在某一个领域不上不下，原地踏步。来到神的面前，再次的祈求神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现在你来寻求神的心。神啊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你的心意是什么？让我可以明白人的心。在我们中间，今天你听见神的话，如果你心里面你有这个渴望，你说神啊，是的，我现在需要了解我孩子的心，我不明白我的孩子在想什么，我需要了解，我真的要很了解我丈夫的心，我要很体贴我太太的心，我就是不懂，我不会，我做不对，
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就向神来祷告，神啊，帮助我有这个能够体贴别人心的能力，让我有这个能够得着人心的能力，在我们中间的组长、家长、领袖，你在家庭里面做带领，你在公司里面做领导，你在位的，你非常需要得着人心的能力，你在带着团队的，你绝对需要掌握人心，你不懂得心对心，这是个遗憾亏损。我告诉你，他的结果可能都是只等着他什么时候变成恶，变成坏。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的心里面，你在神的心里面，就好像那个泉源，那个活水绵绵不绝，一直供应，一直滋润，一直不断的涌出来。如果你说，神啊，我听见你在这个季节你的心意，帮助我，我要在这个季节里面，让我可以听见你的心，让我可以去找到人的心，我知道我问得出他心里面的情况，然后我把你的心释放在他的身上，我把你的爱，我把你的话，我把你的恩典，我把你的祝福，我把你的希望，我把你的供应，我把你的意志，我把你的能力释放在他身上，使用我，我在这里。我们再唱这首歌，来到前面这个地方，不要在乎你的左右前后左右的人有没有出来，你听见神的话，我鼓励你就来到神的心里面，来到前面那个地方，在他的里面，神啊，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意念，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懂得心对心得着人心，让我们能够心对神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。我告诉你，亨通、顺利、供应、得着、增加、收获是属于你的。阿们。在我们中间的贵宾朋友，神爱你，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，不管谁带你来，已经不是最重要，重点是你一定要进入到神的心里面，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。神的心就是爱你，要你得着他的拯救。鼓励你敞开你的心，来到前面这个地方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把他的心，把他的爱，把他的供应，把他的怜悯，把他的恩典带进我们的里面。你明白神的心，你就很容易明白人的心，得着神的心，你就很容易得着人的心。亨通和顺利是神从天上给你的祝福。阿们。有带新朋友来的，帮忙我过去邀请他们，陪伴他们，带他们来到前面这个地方，让耶稣的救恩，让耶稣的拯救临到他们的身上。阿们。阿们。拍掌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我亲爱主，是你充满我的心，你恩膏浇灌我里，改变我的心，凡人的心，亲爱主，是你充满我，教导我得着人的心，你恩膏浇灌我里，何等渴慕你，贴近你。
炼你的心，让我明白人的心，得着人的心，改变我。神的心里，你居住在人的心里，你就会得着人的心。你体贴神的心，神一样体贴你的心。神爱你。不要为那个失败，不要为已经造成的伤害在耿耿于怀。你做不了什么，用你的心现在讨神的喜悦，饶恕他，不是你能够赦免，只有神才能够赦免。我们可以的就是原谅他，我们接纳他。神在对你的心在说，你的心在神的话语里面改变过来，祝福他，你甚至为他祷告，不要再为过去的这个伤害、那个打击耿耿于怀，放掉他，让你的心重新出发，你的心在神的里面，让你的心成为一个泉源，孤干的、干渴的。你滋润他，受伤的你安慰他，压力的、烦恼的你激励他，你把喜乐带给他，缺乏的告诉他，神就是希望，神是把你自己，你能够的话奉献给他，给予他。不是因为你多，你有余你才要做，而是因为遵行神的话，而是因为神的吩咐。不要问说他值不值得，应不应该这样给他，他可能这样恶，这样糟糕，你不要问这个
你不要这样看，不要这样问，你要看的，你要着重的，我可以不可以顺服神的话，原谅他，饶恕他，祝福他。我是否对神有信心， 我是否明白这是神的心，那个才是关键。神在对我们说话，神爱我们。阿们。在我们中间，你如果需要我们的祷告同工为你祷告，等下你只是把左手举起来，看见左手举起来的一只手，你就过去为他祷告。只是左手举起来的祷告同工，你看到左手举起来的，去祝福他的心，开始为他们的心来祷告。在我们中间要相信耶稣的，你们打开眼睛望着我，注意这边一下。好，注意这边。好，我了解你们的心情，我以前跟你们一样，然后从位置来到前面这个地方说要信耶稣啊，啊，我的做梦要信耶稣的。什么叫做信耶稣？信耶稣过后会怎么样？哇，有点害怕，你的很不自然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样。 OK， 让他们说信了，我就来信了。感谢主，我做对了决定。你知道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工作，我只能用奇妙、奇迹来形容。我本来是，我是没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的人。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我会拥有两个机会，也不可以说是机会，我只有两个结果：一就是睡在棺材，二就是住在监狱。但今天我都告诉你，我是个奇迹。我相信了耶稣之后，我的人生完全改变。重点不是得什么祝福而已，当然神会祝福我们，重点是我们认识他，我们明白神的心，人生才是最兴奋的事情。今天你饥饿吗？你说我没有啊，很多我缺乏，但是你饥饿吗？你穷到要逃吗？没有。这样你知道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？最兴奋的事情不是你吃什么，最兴奋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就是经历神的奇妙。可能你不认识他，你刚刚开始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奇妙，这是一个充满恩典、充满神迹的一个路程。我告诉你，是个路程，不是今天这一次而已，你一直走下去，你就一直，我只能够证明神的真实，我不能够证明神怎么样不存在，我只能够证明神的会给你的 surprise。 所以怎么样相信耶稣呢？怎么样能够经历他呢？你知道圣经说心诚实祷告祈求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。这样祷告这么简单，虽然简单，却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心，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家庭婚姻，改变许许多多人的一生，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。但是你知道我们不是在做改运，不是，遇见神就有新的开始，旧的成为过去，在基督里面开始的都是幸福。就算风浪苦难灾难临到，我告诉你都有神的心意，
有时候问题压力使我们更加提升，使我们更加扩张，使我们更刚强，使我们更坚强，我们可以承担更多更大。有时候苦难、问题、风浪、灾难，神允许它发生，放心，他与你同在，不会让你完全掉下去的。你知道约伯虽然面对很大的苦难，但是神最后呢给他的祝福都是双倍的，收入双倍，拥有的双倍，喜乐双倍。我相信双倍的祝福也要临到你的身上。所以呢，现在呢把你眼睛闭起来，好让你可以专注，一句一句跟着我来祷告。我祷告一句，你就一句一句的有声音的专注，诚恳的用心一句一句跟着我来祷告。这样祷告说：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拯救了我们，我敞开我的心，完全相信你，求你进来我的心里，成为我的救主，赦免我的过犯，我承认我有许多的罪，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帮助我在你的心里明白你的心，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体贴你的心，帮助我，拯救我，医治我，带领我，供应我。谢谢耶稣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一心一意，要认识你，要追求你，一生来敬拜你，这是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，阿门，拍掌给我们的神。